大家地区有丰富的宗教文化，为着要让乡亲更加了解到在地古庙的特色，大家区公所串联区内庙师，发表古庙地图，也够特色啊！这回公所再度发挥创意，推出实用的破瓦纸。庙是咱一个地方的文化的博物馆，吼，啊嘛是一个迄个艺文中心啦，吼，咱希望讲大家即个出钱出力，甲这间吼美轮美奂、古色古香的庙砌起来。大家来使用伊，啊，了解伊这个庙的缘由，吼，啊，这也是越在地化也越国际化了，吼，啊，希望吼咱每年的这个四百档，会当有足侪咱这个吼全国的朋友，甚至吼咱的外国人，会当来咱六家家，吼来拜我们的古庙，吼看我们的老屋，吼吃我们的美食，吼。上新发表的古庙风景的破纸，内底有侪侪庙宇的图画、诗，也佮介绍，公所拍到儿童节，也佮将要来到的毕业季。将这挂破瓦纸送予区内的模范儿童，希望让因熟悉到故乡的文化。今年就透过咱这个毕业典礼，哦啊，跟今年的儿童节，哦，我们送给这些优秀的一个模范生跟那个毕业生，哦，希望也当接到这本客制化的咱的这个庙宇的这个笔记本，哦，会当来去踏查，哦，针对我们六甲这个古庙，哦，伊的整个它的一个建筑的特色。哦啊，它的一个对联，还有它的一个整个一个文化的底蕴去了解啦。大家区长陈启仁指出，目前古庙的工作人员渐渐老化，少年人嘛真少到庙寺来拜拜。伊希望透过这款的方式，让大家随时接触到宗教文化，传承古庙的历史。南天新闻台记者大家采访报道。